接着上次的影片，在自驾了东北三县之后，今天我来到了日本的群马县。提到群马县，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草津温泉，所以这次我就打算去这个连续20年被评为日本第一的温泉圣地一探究竟，见识一下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。不过由于是过于临时的决定，晚上没有在草津温泉订到合适的温泉旅馆，所以又开车前往距离草津温泉30分钟车程的一个叫万座温泉乡的地方。一天之内体验了两种风格截然不同的日本温泉乡，也是非常丰富的一趟行程。如果你也对日本的温泉之旅感兴趣的话，那就把今天的影片看下去吧。现在是下午4点多一些，已经开到了草津温泉这边。首先找了一个停车场，在这里停了一下。路边随处走走就能看到有这些泡脚的汤，而且都是免费的。草津温泉它的规模还是蛮大的，这里也有好多观光饭店，应该是每年会有很多游客来入住。而且草津温泉因为是在山上，海拔大概有1000多米，所以即使是夏天这里也很凉快，所以把这里当成一个是避暑的圣地，夏天过来也挺不错的。首先要沿着这个地上的标记去草津温泉的最中心，虽然现在是夏天，但这里依旧人气很足。这里就已经走到了草津温泉最地标的汤田。走到这个泉边就能闻到这个硫磺味很重，据说这边草津温泉它是富有强酸的硫磺泉质，所以洗完之后身体应该会很滑，而且对皮肤也有好处。这个汤田其实就是这个泉质的源头，这个温泉从地下的泉眼中冒出，温度是非常高，经过这些木质的管道，而且这个管道很长，它的温度会稍稍降低一下，然后再输送到这边草津温泉的各家温泉旅馆中给客人泡澡。我站在这里感觉有滚滚的热气冒上来，冬天在这里应该蛮舒服的，站在这边就像是天然的取暖。不知道是哪位游客那么过分，把两个塑料瓶扔在那边，这可是要给人洗澡的水啊。这里好有趣，有一个手洗的汤，而且这个手洗汤还有特别的功效，他说可以让新冠的病毒不活化，也就是杀死新冠病毒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我来洗一下，好烫，特别烫，洗10秒钟坚持不了。离开那边主要的一个广场，这边小街上也有好多各种各样的店，像这个好像是喝茶也不知道喝咖啡的地方，坐在这它就可以泡脚。那种小街走走也蛮有感觉，特别是晚上如果亮灯的话应该很漂亮。这里的餐厅真的非常多，和银川温泉完全不一样，银川温泉基本上都找不太到这种餐厅，但这里到处都是，所以这里的规模真的还蛮大的。走过一个这个店，店家给我吃他们这边的馒头，好像据说这里的这个馒头很有名，是草津这边的温泉馒头专卖店。馒头就是长这个样子，
他会给你半颗来试吃，然后还会给到一杯这个茶。这个是馒头店里面，看起来好像是9个1200块。这个温泉馒头还蛮好吃的，里面是豆沙，然后现在正好肚子有点饿，所以吃起来反正觉得还不错。这里吃的逛的真的很多，走在这里让我想起了在大分县的有布院，和这边有点像，也是一条路，两边有各种吃饭啊，还有这种纪念品商店，就是很好逛。这里叫西河园公园、上信越高原，也有一个泡脚的汤。我觉得这里可玩的东西真的很丰富，无论你是日归来这里玩一天，还是在这里住一晚，都很适合。这个温泉水摸起来是温热的，不烫，手浸在里面也很舒服。有点像是小溪流的感觉，但其实它是温泉。这一条就是从山上流下来的泉水，我刚刚把手浸在里面试了一下水温，有一点点凉，但是完全可以接受。但很有意思的是，这边那个地上冒出来的温泉，它是有一点点温的，也会从这边流向这条小溪。这里居然前面还有，这个草津温泉真的是很大，我来之前也没有查阅它有多大，但是比我想象中要大太多了。如果要泡这种泡脚的温泉，建议大家自己带一块毛巾过来，不然泡了之后脚是没有地方擦的。这里看到有一个西河园露天风吕的指示牌，那大人是一个人700块日币，我去看一下，是应该是那种给日归的游客来泡的温泉，是一个蛮隐秘的温泉，是在这里森林的深处。草津日归的三大名泉，西河园露天风吕、玉作之汤，还有大龙奶汤，这三个它是有一个优惠的通票，1800块，如果分开来买的话，这三个要2380，就便宜了500多。之前我也有听人说过，这边有这个三大日归温泉的通票，原来就是在这里，大家感兴趣的话不妨来试试看。这个四合园露天风吕，它每周五的5:30到8:00还是混浴的时段，不过这个混浴是要穿衣服，也就是泳衣来泡。我记得日本的三大名泉，一个是草津温泉，还有有马温泉和下吕温泉。我没有去过有马温泉，不过我之前有去下吕温泉。那如果要比较下吕温泉和草津温泉的话，我之前去下吕温泉的时候，觉得下吕温泉其实设备已经有点旧。我感觉下吕温泉的话，整体可能没有这边那么热闹，稍微显得有一点点荒凉。那这边的话，我觉得就整体上好像游客比较多，然后有很多有意思的店，还有餐厅等等，感觉会是更加完善一点的温泉度假胜地。
这边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翻汤舞蹈，就是拿那个木棍来翻这个温泉的热水。它的用意我不知道是什么，我猜大概是通过翻这个汤，然后就可以让这个水温稍微凉一些，然后同时也有一些观赏的价值。它每天有6场这个演出的时间，最晚下午4:30就结束。各种路边的小店也好有人气，很多人在排队买这些烤肉等等。我看到这边有一个卖冰淇淋的店，所以准备买一个鸡蛋冰淇淋吃一下。这家店好像都是一些鸡蛋类的产品，还有鸡蛋做的布丁。这个冰淇淋店就是在这个汤田边上，还有不少人在买。我从来没有吃过鸡蛋口味的，所以买来试试看，看看好不好吃。这个冰淇淋的味道还是非常浓郁的，掺杂着一些些鸡蛋的淡淡的香味，还是蛮特别的。来草津温泉的话可以试一下，就是在这个汤田的对面这家我手指的店里面。这个主要的广场旁边有一个叫白旗的汤，是一个免费的泡汤设施，还有分男汤和女汤，里面的设施可能会比较陈旧一点，要自己带毛巾啊之类的。我刚刚进去看了一下，这个里面的泡汤设施是比较原始简陋，就是你泡汤之后也是没有地方可以冲澡。不过日本人的习惯就是泡完汤好像也不想把这个泉质给冲掉。然后里面地方比较小，大概可以容纳个7-8个人而已。我看里面大多数泡的人都是当地的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居民，可能都是住在附近，真正的外国观光客好像不太会到这里面去泡。汤田附近的另外一边就有这个玉座之汤，也是刚才我发现的三大日归温泉，可以用那个通票来泡。这里如果不买通票的话也是700块一个人。这里就在最主要的广场附近，所以这家人气好像比较足。这个日归温泉旁边还有一个叫做草津山光泉寺，一个很安静的寺庙，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游客上来。现在晚上6:00，天慢慢要暗下来，这里也开始慢慢亮灯。草津温泉的规模真的不算小，可逛可吃的地方也非常多，短短几个小时的匆匆游览令我意犹未尽。不过由于晚上在另外一个温泉乡所订的住宿是1泊20的方案，所以在欣赏了汤田的夜景之后，就准备开车前往我今晚所住的温泉旅馆吃晚餐。这一路上上山30分钟，基本上都是这种漆黑一片的路，而且对面也没有车开过来，感觉还是有一点恐怖，万一有穿出什么动物来的话，说不定就会被撞到。感觉在这种环境中开车实在是太可怕了，前方好像随时会出现一个妖魔鬼怪。慢坐 hotel 就是这里，看起来还是
好像很多人住在里边，灯火辉煌的样子。空气里能闻到很强的硫磺味，说明那个温泉酒店应该是强硫磺的温泉。搞了半天，百欢喜一场。不是那一幢灯火辉煌的，是一幢看起来比较简陋的。不过即使如此，这个好像一晚两个人也要3万多日币，不过有包两餐。感觉是一个比较有点年代的温泉酒店。它这大堂还有免费的占卜，这里还有介绍这家酒店的历史。1988年开业，确实已经是有35年了。当时开业就是这个样子。这边很厉害的就是它连这些酒类都是可以畅饮，各式各样的菜都拿了一些，反正都尝尝看味道。看起来这个菜色还是蛮丰盛的，难怪这边入住的人还蛮多。酒店的设备一般，那就靠菜品来补足吧。这里的大浴场应该是全天开放，除了早上有3个小时的清扫时间不可以洗澡，然后9:40到9:50还可以进去摄影，估计是有风景可以看。炒饭也是自助，吃到饱，品种好像也是非常多。这些都是非常传统的日式早餐的一些菜。这原来是温泉蛋，看起来有点像咸蛋、咸鸭蛋。这里居然有丝瓜，在日本很少看到自助餐有丝瓜，因为日本的丝瓜价格特别高，是非常金贵的水果。早上的9:40到9:50可以去大浴场拍摄，那我就进去拍摄一下。山间的景色还是蛮漂亮的，这里一出来就可以闻到很浓的硫磺味。这个温泉旅馆旁还有一个滑雪场，冬天的时候估计蛮多人来这里滑雪。早晨拍一下大堂，昨天晚上都没有拍大堂的样子。大堂这里看出去能看到另外一个很大规模的温泉酒店。住的这个温泉区域它就叫半座温泉，它距离草津温泉就有30分钟的路程，但是是要开车上山。周边就是有这些玩的地方，主要是有滑雪场，
还有几座温泉酒店。住了一晚这家酒店之后，觉得对这里还是蛮有改观。昨天来的时候感觉印象不太好，因为这个外表确实是非常的老旧，但是住了一下感觉这里整体还是蛮舒服的。首先是这里的浴场就有一个非常天然的景观可以看，然后这个强硫磺的泡起来也很舒服。另外我印象比较好的是他这边提供的两顿饭都是做的蛮好吃的，提供的品种很多，虽然都不是一些非常高档的食材，但是也都能看得出这家酒店很用心来做这个两顿饭，也难怪有那么多客人会来入住。昨天我们这间酒店它晚上是全部客满的，所以虽然它设施老旧，但是还是有它那种卖点以及优势，有些人可能就是喜欢这种怀旧的昭和感。昨天就是这条盘山路开了30分钟上来，确实景色也不错。这就是我昨天以为会住的那一幢，我住的那一幢在那里，因为它比较矮所以看不太到。这里其实已经算是上信越高原国立公园，看起来这个风景还是蛮漂亮，满目都是这些绿色。有一个万座情报馆，主要是介绍周边有什么可以玩的景点。这种木屋的感觉还蛮像欧洲。到情报馆里面来看一下，它主要是介绍这边的一些野生动物还有植物。居然还有个露营场，有人目知到有熊出没在这边。2023年5月28号，在这边就有人看到有一头黑熊，这里还有熊的标本。它的牙齿果然非常的锋利，但它的皮毛很舒服，摸起来。还有狐狸皮，狐狸皮也很柔软。在日本住温泉酒店，一个缺点就是退房时间太早，10点钟就要退房，所以退房了就来这个温泉酒店附近逛一下。这里有一个叫牛池的景点，这里自然还是不错，而且因为这里海拔比较高，比较凉快，所以哪怕是夏天在这里走走也不会太热。我觉得应该有好多日本人夏天会跑到这边来避暑，这里海拔1800多米，要比上高地那里还要高一些。晚上这里是非常的凉，昨天晚上泡温泉，8月感觉凉的有一些快要受不了。很清澈的池水，然后倒映着蓝天，感觉就像是在画中。诗园一周，这里都是已经有建成蛮好的步道，还有那个防熊的林，里面有熊来出没，在这里走走真的是非常的放松和悠闲，因为人也很少，可以完全沉浸在大自然中。
感觉这边的万座温泉和昨天我去的草津温泉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。草津温泉也很好，不过相对来说比较商业一些，就到处是游客。那这里的话，因为整个就是被大自然所包围，基本看不到什么商业，就纯粹是享受大自然那种美好。这个区域应该是远没有草津温泉那么有名，虽然也就在草津温泉附近，但好像知道的外国观光客很少，主要都是日本人来这里度假。有种在爬山的感觉，哇，这里真的很美。前面那个一块区域应该冬天就是滑雪场，冬天的时候这边的旅馆大概会很受欢迎，又可以滑雪又可以泡温泉，还能看那么美的雪景和山景。这边要去一个展望台，然后看到一个露天风旅，叫做极乐汤。好像很多温泉都喜欢用极乐汤这个名字。眼前这应该就是汤田，负责这附近所有的温泉的泉源。这个温泉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标高1800米以上的温泉，在日本也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。昭和11年时候万座温泉的样子，那时候这边就已经有不少人会跑来这里泡温泉。那往上面走走看看，这里好像还有一个神社。这一路上这种花花草草看看也是蛮赏心悦目的。这个地方叫鲁练村，指定史迹熊四郎洞穴。这是在这个一个洞穴里的神社，给大家看看这个神社的背面。此时此刻，上信越高原、国立公园的整片景色都呈现在眼前。但是发现还能再继续往上爬，那就再继续上去看看，也许更高会更漂亮一些。山就叫做熊四郎山，其实爬起来也不是特别累，大概20分钟就能到顶。